朋友们好，年年吃沙县啊，年年吃沙县，但是今天这个沙县呢，看起来就是不如往年那么好吃啊。这个是也是坨了，我们就倒点热水进去。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技巧。坨了的拌面就要倒些热水。声音稍微有一点点，有点流鼻涕。说实话，这个拌面一看就是没有往年吃的那些好吃，没办法，这附近的沙县好像评分都很低。说到底，让北京人把沙县做的太特别好，确实还是有点难度了。看起来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这个面条，它是用那种粗的，然后不够扁。其实拌面的面条需要很薄那种，你知道吗？不能太粗。还可以，味道还可以。哎，感冒不能吃花生酱啊？感冒吃花生酱不好吗？难道？一点点。嗓子不难受，只是有点鼻塞，可能有点冻到了。来，粉丝老师们，喂你们吃一口。纸巾有吗？珠海沙县还可以，但是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家沙县，后来那家人搬走了，又来一个新的沙县小吃，做的很一般。小时候就是那个特别好吃，现在的那个是后面来的，就不好吃。沙县还是属于就是味道区别很大的，可以。你看美式快餐，他们都是拿机器做的汉堡、薯条，区别不太大。还行吧，这个拌面没有想象中好吃，说实话，没有以前吃的好吃。主要还是它这个面条太硬了，拌面都不能太硬。吃个这个馄饨，拌馄饨。倒点热水啊，这个看起来还可以啊。
今天有流程，稍微有一点点。沙县蒸饺不容易踩雷。蒸饺是去哪里吃都还行。镜头有点抖，看这个桌子太，看这桌子太轻了。考试了吗？还没考。哎，我那个杂志出了吗？弹幕的朋友们告诉我，杂志出了吗？好看吗？那个杂志。呵呵，好看就行。居然那不是耳夹。他那个是耳钉来的，然后我其实是当时就是，拿了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透明胶啊，给它这样粘了一下，然后当时我们稍微处理了一下，没有打耳洞，没有打耳洞，它就是粘起来的。喝奶茶，嘿嘿。我打耳洞，你们应该会吓一跳吧？你们能接受我打耳洞吗？我妈就接受不了，我妈说她不希望我打耳洞。我个人是不会去打耳洞的，主要还是懒，因为我平时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戴耳钉的那个习惯，所以你打了耳洞也是白打，马上就长起来了。这么齁啊，拌馄饨也很难吃，这样沙县我得要给他们打低薪才行。喝的就是普通的奶茶，我一般点就会点这种常规奶茶。对，是珍珠奶茶，普通的珍珠奶茶，好像叫什么芋圆奶茶，和珍珠奶茶不太一样。嘿嘿，一月有歌词 vlog 吗？还在写，写着出来就有。重点还是要把那个什么专辑做出来，专辑就是也差不多到时间了嘛，到时间就要开始收，就开始收尾了。你不能说就是做到收尾，然后那个就真的就是到最后的时间再收尾，来不及了。也不能算专辑吧，我觉得就是 EP，我还没有到做一个概念专辑的时候，因为我的音乐风格还没有就是定性，我音乐风格太杂了，
目前还不至于做一个专辑，迷你专，能不能 feat 闪火？我配吗？我先认识一下人家好不好？巨喜欢。实体专应该会有的，他会做的比较，会做的比较用心吧。如果要做实体专，应该会有。最近都在忙什么？最近忙着准备期末考。能不能 fee 别人？就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想要 fee 别人，就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一些。因为一加一不一定等于能够大于二。以后还会上综艺吗？合适呗，合适就上。AK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每个人答案都太不一样，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答案，自己去寻找吧。主要是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有一点点虚无主义，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有终点，你要追求意义的话，你思考到最后也会堕入虚无，还不如就是去问自己想要什么，就比起意义。好好活着就行。这房间里开着暖气呢，为什么穿那么少？听听 demo 吧，可以啊。我想给你们听什么 demo？我给你们听一下生日歌好不好？生日歌那个已经做好了。所有的过去又浮现眼前，我必须承认，我其实还没能摆脱。看到影子正自顾自跟在后面，我不能够躲远，只能假装看不见。再会。
本来是要今天发的，直接放完吧，好不好？不哭可还行，你从哪里看出来我要哭了？你们哭了我都不会哭的呀。后面流鼻涕了，你们说什么 别哭了也没用的，我就是没哭，而且我也不会急。你们如果觉得我哭了就当我哭了呗，我也不会反驳，无所谓。还有给我哭，赶紧哭，给粉丝老师哭一个。你们什么咖位啊？你们什么咖位啊？说背景好假，哎，话说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工作人员都叫我 K 少，很好笑，不叫我刘少，他们都叫我 K 少。我不骗你们，很好笑。兄弟们不会这么叫我，兄弟们都不这么叫，只是那个工作人员叫。压哨是什么鬼？信不信我现在就下播？谁叫我压哨？有点过分啊！好像是因为我比较难搞，就是我平时就是工作就是要求比较高，就是不太喜欢在那个工作里面就是出错，所以别人出错的时候我也会指出来，会比较强势，跟同事们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比较难搞，就叫我 K 少。你们以后叫啥？叫 AK 就行。你们说我有反骨，你们比我严重多了。我越不希望你们做什么，你们越要做什么。压哨可还行，哈拉哨是什么鬼？
看那个。今天我们要看什么来着？哦，他们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现在还是聊天。有一个粉丝就是那个说，他们给我做了一个视频，让我看，可以看吗？这个是你们做的视频还是粉丝做的视频？粉丝做的视频。还给个手机给我。来，是这个，这位朋友，给大家一起看看你的帅气的墨镜。那我们一起看吧，来，三二一。我在吉林长春，在辽宁大连，这里是上海，是上海的外滩。I am so fair. I'm from the north of Thailand. 做你好，我在江苏南京，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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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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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23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是你的朋友、听众，也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感谢你在这2年里带给我的力量。遇见你之后，我每天都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可以说，如果没有认识你，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祝你在23岁里面写出更好的歌，能够做出更好的音乐。希望之后每一岁的你呢，都可以顺利的参加无数场音乐节，这是你所有的音乐梦想。期待你的舞台，期待你的音乐，期待你的专辑，你的巡演。希望未来的 KK 会有很多很多的舞台，会有流芳百世的作品，有更多的机会跟兄弟们见面。期待你的专辑和巡演，兄弟，很期待你的 live house 哦。万万在来放平，买好油炸来留问你呢啊。天天认识给的油，来放在那地方很嗨呢。你好，是万万男，我是他型的。我就是那 A K， 我是 B T 23เป็น B T รับด้วย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ไม่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กดดันจากแล้วข้างจากตัวเองไม่ว่าจะทุกข์หรือสุขขอให้มีคน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ซึ่งไม่ว่ามีคนทักถูกเก่านักขนาดไหนเนอและเราก็จะพอเราที่หมอเอเคอยู่นะ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很喜欢你的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玩自己想玩的做自己想做的你是我的骄傲和勇敢mong cậu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mọi điều mà cậu muốn làm. Có rất nhiều người yêu cậu, cậu sẽ luôn tỏa sáng và tự sẽ luôn đồng hành cùng cậu. May you always be happy and have fun. This good thing, good people, be surrounded by good things. Love and happiness in every way. 希望你新的一年里好好吃饭，希望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也能收获新的感悟、新的快乐。用音乐继续传递属于 AK 的想法和能量。祝你的自拍能够快进步，享受你的无限人生吧，小刘，我们爱你。让我们一起祝刘畅生日快乐。AK刘畅23岁。这不哭，好像有点不礼貌啊。但是我就是一个没礼貌的人呐、啊。哎呀哎呀，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但是就是想让小刘哭出来的话，好再加把劲。那你意思意思就行了。沾点水，氛围都到这儿了，感谢感谢，哇，很感动。其实我觉得做这一行的话，能带给别人快乐就是最重要的。看到很多人说我带给了他们一些，带给了别人一些情绪，然后带给了别人很多的欢笑，包括我的思维方式，就是也给很多人一些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个什么 IIS 有网络吗？还有一个视频，那我就不跟你们一起看了，我就拿个手机自己看了，你们看过吧？你们听的声音就知道了。来来来，还给我做生日曲，
我特意没看的，我就说等着这个咱们一起看你们 reaction 一波，可不能做太好，你们要是这个歌写的太好了，那小 AK 的面子就挂不过去了，要输给你们的话，给我写歌可不能写太好了，我还行，弟弟写歌能力还可以，没那么容易被轻松超越。来来来，什么？哦，行，没问题。那我打开声音了。哇，好好啊，感谢。K 少别哭，别忍了，流泪不犯法。还有啊，我回去听好不好？行，唱功比我好，实话。respect， 这个唱功确实比我好。这位同学肯定一看就是那种练过的，
佩服，说实话佩服，哥们也得努力啊。有考虑过穿无袖皮衣吗？以后不会穿无袖皮衣了。明天考试，今天开心吗？今天当然开心了，今天生日，很多人祝福，很开心。但是你要说我的假音不行，哥们可就要给你放 demo 了。给你们听听大制作。啊，行，就到这里。啊，行吧，行吧，行吧，多给你们放一点，好不好？哎呀，有点羞耻，这首歌还没有准备完全。我直接给你们听一下，给你们听一点副歌那段，好不好？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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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以后发，以后发，全损音质，主要我手机播放好像有点不行，能沾了点水。之后学还是跳舞了，大概不跳了吧，看情况吧。感觉是修的，有点过分了啊。这还只是 demo， 未来还要重录的，还得练，还得练。这是 demo 没修过了，但是它挂了一点点那个预设，所以也不是干音。Summer 都给你们听过了，再给你们听就放完了。Drill 我就别做了吧。Drill 我觉得我做不出那个味道，我不做了。我哪怕做凶的东西，我也是 trap 那个方向的。Drill 他的性格，我觉得 Drill 还是性格里面是另外一种性格人才能做。才能把那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出来。封顶当然不算这个，封顶是 trap， 就是音乐，就是说唱音乐的，我们分类一般按照伴奏分，伴奏的鼓点来分。拥挤的人群，那个做完了，也没做完，没做完，没做完，还在写吧。
但是就是基本上写完了，还没做，伴奏还没有，伴奏可能要重做一下。米咖粉的主播，哇，咖粉好解决，这个美颜调大一点就行了。磨皮调大一点点，这不就不卡了吗？我聪明吧？善用空气。吃饭了吗？吃了吃了，刚刚不是吃了一点吗？我刚刚看到一个很离谱的弹幕，说你冷不冷？冷的话去墙角，那里有90度，可以的。这是我最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你比主播会讲笑话，你应该坐在我旁边，你应该给大家直播，我来给你捧哏就行。面积还很大，是不是开？就是要感谢这个直播间美颜，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一等于二。来个冷笑话，没有冷笑话，主播不会讲笑话。主播你鞋带开了，有点过分啊。哇，躺在地上有180度，这个可以。躺在地上180度，这个还可以。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那个在墙角是90度，这个更好笑一点点。巡演准备好了，巡演有啥可准备的？巡演就是你专辑准备好了，巡演就肯定准备好了。现在准备巡演还早一点，看世界杯吗？看，就是我其实也是个不懂球的人啊，我平时也不看足球，但是世界杯我觉得它一个好处就是它观看门槛不算太高，就是虽然我平时也不看球，但是那个足球的规则就是比较容易懂，还是很好看。看三体动画看了，主播不评价，我觉得还可以再给他几集的机会吧。主播对国漫一般来说还是稍微会比较包容一点吧，而且对那个制作团队，因为他们之前做过玲珑嘛，就是我挺喜欢玲珑的，我觉得对他们我可能稍微可以包容他们一点点吧，不过三体毕竟是一个这么重要的 IP， 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我看现在网友骂了好多，Alright， 为了看看吧。是我妈给我买了几件衣服，特别满意，我妈的审美很好。你们应该都看过了呀，就你们前几天那个去无锡的时候那几号都是妈妈选的，最近新衣服都是妈妈选的。没回基地，
深圳唱是吧？深圳唱那个《生人勿近》。有《生人勿近》，然后还有其他的歌吗？肯定。讲好，差不多了，基本没什么感觉了。哎，我那个乒乓球的视频剪的怎么样了？快了，嗯，打的还可以吧？嗯，打的还可以。乒乓球还可以。但是我感觉乒乓球就是圈内的艺人打乒乓球的很少。一批几首歌，哇，我数一数，会有差不多九首呢，兄弟，差不多有九首呢。要赶快赶上专辑了。这样觉得我发可能会分开发，我不可能在一，我可能不在一张那个专辑一张 EP 里面发，因为他们的概念还不够统一。关美你不需要，还是需要的。没眼镜看得清吗？还可以看得清。学院票很贵吗？不会太贵吧。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我会跟他们就是说不要太那啥。之前就是有一次那个想要开那个 live house， 就自己的嘛，然后后面我看了一下那个票价，我说你杀了我也不开，我说不能。让我的粉丝们心寒，我看了一下他们给我报那个票价，如果你杀了我，我也不开。你别太过分了吧，你说票价。没有，我觉得应该的，都撑着我走起来了。我始终觉得因为那个巡演这种事情吧，它肯定是赚钱的嘛，就是对 rapper 来说，这个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尽量平衡好这个赚钱和回馈歌迷这个比例，因为我觉得毕竟大家也撑着我走过来了，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歌迷为我花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合理，然后所以我的 EP 也不会收费 ，EP 也不会收费。应该以后都不太会收费吧，做歌。肯定不收费。放点 demo， 其实也行，我觉得以后，我觉得 B 站还是可以更新一些 demo。就是我就没来得及做出来的歌，就放一点。你看马师出那么多首歌，他其实筛选的没有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就是写的所有歌里面就只挑极少数发，他是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九十分以上的歌他都发，毕竟他实力摆在那里，他实力摆在，他怎么做歌他就是平均水平都很高了。 Aloha 我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出，因为那个我 EP 我想先把那些新歌全部都就是我自己手里转的歌啊，是不是跳舞的吧，有两个嘛是吧。有女人就会发吗？会发，做自己就好。对，我也觉得就是跟上自己的节奏就好。我可以一些就是来不及就是制作完全的歌，我发到那个 B 站上。Kendrick 的新专辑，我早就就是之前直播的时候跟大家推荐过 Kendrick。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让大家去听 Kendrick 了嘛，但 Kendrick Lamar 那个专辑太实验了，我其实自己听了几遍以后我也觉得它不是那种循环听的歌，它就是它不是太流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去听的话可能会有点点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因为大家不是那种重度 hiphop 爱好者，匠人肯定在 EP 里啊。阿罗哈音源肯定会上的，迟早的事情。但阿罗哈我其实有点不太想重做伴奏，因为我觉得阿罗哈那个伴奏做得很好，它是一个网络伴奏，我就很少听到一个网络伴奏做得这么好。现场能唱飞吧吗？未来看吧。对，我觉得伴奏很好了。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就两分钟了，我那个阿罗哈我不会再往下写了，我觉得那首歌已经很就是已经很完整了，就是没有就是往下写必要。两分钟歌你可以循环听吗？你往下写很容易就是为了延长歌然后塞进去一些不需要的片段。主播能不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直接发就行不用改。确实我觉得差不多就直接发就行了，然后再可能要重新录一下，就是录音可以再录好一点点。巡演签售什么的就是到时候看吧，我现在还不好说，还早。练练自拍我放弃了，我还会发自拍的，但是就是如果有摄影师的话就用摄影师拍，让别人拍吧。祝你赶紧好，希望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自拍卡粉了，那没办法，那都是那个一天都是结束了，那晚上就下班了，下班了拍的自拍很正常。我给别人拍拍的还可以，我给自己拍不行，别人给我拍也行，我给别人拍还行，就不差嘛，至少你就只唯独自拍，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我给别人拍还可以的，只有给家园拍了一套，他以前有一套那个黑色风衣的，是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发了，好久以前了。我给柯宇拍的也还行，
我柯宇那天我柯宇拍哪些，我拍了好多成员们各种，就是大家在那里发癫，真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回路已经够不正常了，但是当我们十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更不正常一点点，要拍了很多大家发癫的状态，但可能发不出来啊，有些过于发癫了，我怕影响他们就是高冷帅哥的人设。如果想纽约嘛，不至于，我说实话就从那个生活角度上来讲，我是完全是更喜欢在国内生活的，就是怎么对比我都觉得在国内生活更舒服，就是我不是说所有人，就是只对我来说，因为纽约的那个公共设施比国内差太远了，一个包括外卖也好，地铁也好，很多地铁内的那个通信也好，就是没有国内做的好，就是国内是。他会说粤语，说他前两天我昨天跟他聊天嘛，他还跟我秀了两句，我觉得还挺标准的，进步了应该是。声带跳舞，哇，又来这一套，可以有进步，这次终于没有鸭子了，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来来来，那我要吹了，行，许了一个比较笼统的愿望，来，是不是很好看这个蛋糕？说实话，这个蛋糕我觉得它的颜色还可以再稍微没那么杂，这上面蛋糕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太杂了，但是确实很有食欲，看起来。还有核桃，核桃不适合我，适合直播间的观众，我不需要补脑，因为我已经够聪明了。真会说话，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天才总是孤独的。怎么跟粉丝老师说话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什么咖位？帮粉丝老师们尝个毒。这是栗子蛋糕是吧？说实话很好吃，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吧，那跟工作人员一起吃，这太大了，一个人吃不完。我明天去学魔法，喂给你们。今天可能还不行，今天还没学会。好吃好吃，挺好吃的。我来吃个核桃，补补脑子。这脑子是替你们补的，
鸭血蛋糕可还行。主播脑子借我一用，数学考试考完还你。别借了，你借了我的脑子会发现里面也没剩什么数学知识了。我的好朋友已经在北大研究生毕业，而我还在学 calculus one。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小学卧虎藏龙，就是有清华，没有清华，不好意思，有北大，有 UCB， 有 UCLA， 有 Emory， 然后各种就是美国，就是之前就是前三十的那个人，好多，最厉害的是北大。还有艾洛老师，我都不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班级怎么聚集这么多，就是至少大学都挺能考的。你小子有点逊了，小孩可以继续努力，好吧？我去清华，想留点美啊。艾豆老师，艾豆老师还行，本来就是哥纽大，在这个鄙视链里面，也就是勉勉强强进入得了这个鄙视链的眼睛而已，后面意外当了艾豆，好像又稍微就是在往上蹭了蹭。当然纽大是很好的大学，只是纽大是那个鱼龙混杂，纽大有很多特别厉害的人，但同时有很多就是那种不好学习天天 party， 然后有大学室友，我们大学室友太能玩了。我在纽大算还行的那类吧，就勤勤恳恳读书，然后好好实习那种。结果没想到我的爱好竟然成为了我的职业，非常酷，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吧，大家在就业的时候，当然前提条件是那个未来有的选的时候啊，现在可能就业环境确实太差了。哎呀，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说就是。今天那个有人采访我们说，问我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境什么的，我说我其实没有遇到什么个人的困境，更多是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吧，并没有说我个人遇到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时代太难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早早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想的东西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想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可能也没啥意义，还是说我觉得就是人如果在那个就是几个工作里面选的话，就是哪怕一个工作就是前景听起来没有稍微可能稍微如果差一点点，但是你很喜欢这个行业的话，你还是可以试着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除非这个行业太没前景了，你就把它当爱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在这个行业内去工作的，因为你有热情，你的工作没有那么痛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嘛，就是其实也很累，但是就是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痛苦，
那包括熬夜啊什么的东西，他不会就是因为工作内容痛苦，因为本身它是有乐趣的，然后它有刺激，然后有各种起伏，然后会有好消息，会有坏消息，就是还是就哪怕你累一点点，你辛苦一点点，你有激情，就哪怕你就是因为这是你的事业的感觉，你会真的感觉这是你的事业，你喜欢，然后你们这个团队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哪怕你加班什么，加班到很晚，就是你会有成就感。但是如果你就是赚钱，这是一个工作室那种比较笼统的，就是大家都挤破头往那个行业里面钻，然后你很优秀，你钻进去了，但是你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行业的，那你那个加班就真的就是加班。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说它是废话，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说18年说可能还是对的，你这2022年说这种话没用，没得选，就能就是能进就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现在可能就是我说这些可能在这个时代就有点废话了。但是我运气是很好的，因为我是像我们做音乐的，这样很好的，我是找到一个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留学想清楚再去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留学的。读粉丝写的信，好，刚好这个 iPad 上面就是粉丝写的信。再来读一下，2234的张宝，生日快乐，又长大了1岁，不知道在过去这一年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次没能顺利见面，希望明年可以顺利在线下多多见面，期待你的演出，你的作品，做你想做的音乐，天天开心。哇，这位朋友，他也给我画画，这画也太好了吧，比我本人好看。 from 小罗，谢谢这位张宝哥，还行，好少见，一般都叫我 K 宝。哇，想表演一个单手开瓶盖，没想到这个如此的坚挺。怎么喝这么多水？喝的也不多。QAK 刘璋，祝你23岁生日快乐！我有太多祝福的话想对你说，我祝你永远平安健康，祝你天天开心，祝你意气风发，祝你做出满意的音乐，祝你万事顺意，祝你好好活着，祝你不忘初心，祝你学业顺利。嘿嘿，祝你活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哇哦，感谢你，永远做你最真最忠诚的听众，江川寻鹤。哭，无情的祝福机器，别哭，感谢大家。说到这个忠诚的听众这个事情，我其实有想过，就是我的音乐风格不是很多变嘛，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爱听我的歌的话，多变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大家听不腻。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去，他就是在那个他的个人风格很强的人，可能会在这个市场上就是有一个标签，就是想听那一类型的歌的人，他就会去听这个人的歌。但如果大家是喜欢听我的歌的话呢，那我的东西比较多元，可以让大家更有新鲜感，其实这样是不错的。之前那个也有人跟我说，让我就是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我说我风格多变，就是不一定是件坏事。亲爱的小刘，这是陪你度过的第二个生日。你曾在很多时刻给予过我们能量，靠自己走出那些困惑和低谷，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平静地告诉我们，
那些可以与人分享的故事。这样的你真的很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能如意的那十之一二也需要很多努力和一些的运气。我想你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努力的意义，也愿意用努力兑现自己的天赋。外界总会在不同的时刻萌生出不同的期待，但比起他人的声音，你才是最了解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想要去往哪里的人。想清楚然后去做吧，日久见人心。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吧，然后把人生百味都写进歌里，唱给更多的人听。愿你永远向前看，愿你不忘来时路。生日快乐，我们的 K 吧。哇，写得真好，写得真好，日久见人心，日久见人心。时间总是会把一个人放到他比较合适的位置上，让我们拭目以待。哭一个，你为什么老希望我哭啊？哥们已经成长了，哥们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哭了吧？哦，嘿嘿，因为你的鼻音，真心的换来真心。先别成长，两周年会哭的。会说粤语？不会，实在是不会说粤语。跟周丹学粤语可以。多喝热水，谢谢。回去洗澡吗？肯定要洗澡啊，要化妆做头发肯定要洗澡啊。欧美流行听的不多。但是听，最近听外国的歌还是会听一些。说唱啊什么的会往外听一点点，因为我发现很久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我跟外国的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拿出一首歌，就是你想想比如说日本的朋友美国的朋友，他们拿出就是比如说欧美流行乐这几年来最好的一个音乐，最好的几首歌，就是在全球别人听完都会说哇特别好这样子的歌。日本也有 J-pop J-rock 有很多，哇我跟你说日本的那个音乐人确实是厉害，真的是厉害。欧美日本韩国都有很多非常前卫的音乐人，就是有人在做创新，然后做就是传统流行的人也做得很厉害。但是国内已经很久没有一首歌是优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拿给国外的人听，他说哇还有这种歌，就离这样子的歌曲已经过去很久了，就是这几年来吧都没有那种优秀到。孤勇者可以。孤勇者是我觉得真的可以的一首歌，但是孤勇者他就是他歌词很优秀嘛。你要光凭曲的话，你光凭作曲的话，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华语流行，只能说相对优秀的华语流行。但是作曲还是我觉得没有到达就是那种放到国际上也值得别人去品鉴的那种程度，就是人家说哇这是这个21世纪伟大的流行曲之一，就是光看作曲不够。
Love Myself 还会唱吗？肯定会唱吧，未来。到，我想起来了，最近就是听过了，就是让我惊讶到了，就是我觉得可以拿给国外有人听的，但是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上次听到野子，我是一首我一直会听的歌，我觉得野子很好。吹呀吹呀，它是一个明显它明显不是国外的东西，它明显是中国人的东西，但是它的作曲作词都是让我惊艳。野子，其实野子也过去蛮久了。Spider 呢有意思。Spider 是真的有意思。他那个也是就是没人听过的，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新的东西。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嘛，说的是纯的那个音乐，就是不看那个歌词这一块，优秀到能够拿到国际上去跟别人比了，就是 flow， 然后那个腔调，这样子的说唱，其实应该也有，就是可能有的，但是他就是他的名字比较危险吧，我不能在直播间说，可能现在再怎么样也是个爱豆老师，老师不能随便提一些争议性的人名。 Spider 是蝙蝠侠，怎么可能知道他的名，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还有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危险的，我知道一个，就是我只从说唱的角度，就他的水平真的很强很强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是我在国外也没有听过，把 flow 和那个律动，哎，你们知道吗？律动和那个节奏和 flow 是不是一个概念，律动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我觉得国内有个人律动玩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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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国内我没有听过就是比他律动更有意思的，就是又是自己的东西，然后又一点都不土的技术流，太够危险，他的名字算了吧，我就过去了。就是我看有人说那个男人，然后就是跟那个男人就是比较有爱恨情仇的，他们两兄弟都是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人。对，我看到弹幕有说了，我不能说。对对对，就是他。对对对对，看到弹幕有说了，他这个律动韵脚，punch line。尤其是律动嘛，我没见过那么玩的，得得个得得个得得得得得，哇，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是周柯宇，对，我说的是周柯宇。说是周柯宇，主播挑事，
周丹昨天的 rap 没听。哎，周丹的声音条件真的很好，我觉得他以后也可以就是再整点 rap， 实在不行我可以就是帮他写都可以，就是但是他可能会想自己写，就可以我可以帮他一起写，因为我觉得他声音条件很好，法老也很好，但我觉得法老不是属于就是不是我说那种就是那个flow 腔调放到国际上也是那种难以有人取代的那种，但是在法老也很厉害，法老说偶像专注自己的歌，对，都比我强，这都是顶级，我不要那个，因为我现在毕竟不是一个听众，我就是我已经是从业人员了，那我就在评价这些前辈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谦虚的状态，他们都是顶级。啊，我前两天录生日歌的时候我遇到法老，当时我是去那个我是在杨老师那里录的，然后那天刚好法老也在录东西，遇到他了，他很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就是进那个录音室里面坐下，然后他在那里录，我就坐在那里，我就默默的听，默默看他们的工作。好，我们要抽奖，主播生日给你们抽奖啊！然后呢，现在就是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了。现在呢，大家可以开始夸我。然后截图，被截图截到的话可以送一张签名照，截两次图，所以大家有两次机会，送两张是吗？ OK OK， 抽你，什么叫抽我，你们这个好来抽你，可以，那我用这个手机截图啊，那我们就是来三二一，一个，三二一，一个，好，抽到了两张，嘿嘿，就是到时候会公布是谁。好了，已经抽完了，可以不用再夸我了。我知道你们虚伪，不是抽奖的话，根本不会有人夸我帅，可以说是吧？哦，好好，公布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就最上面这个是吧？这个 AK 大帅哥。来自于泡泡，泡泡同学，三点水的泡，泡泡同学，你将获得一个签名照。然后要夸我的才行是吧？对，啊，那下面这个也行。没问题，这位朋友是张嘉元妈妈想你了。这位朋友，张嘉元妈妈想你了。这位朋友，我会告诉张嘉元你想他的，然后你将收获小弟的签名照一张。所以刚刚为什么纠结？我就说念出这个 ID， 就是由我来念出这个 ID， 可能喜剧效果会比较强。对，我不是男妈妈，我不是。再抽一个吧。嗯，看一看。
啊，行。最上面这个是 RK 呀，大写的 K。RK 呀，帅哥，谢谢。好，抽完了这次。服了，别服了，嫉妒。等未来就是有机会给大家签售的话，多给大家签几个吧。还有一分钟。我在干嘛？我在缓一缓，我在想，我在想，就是我喜欢音乐人，之前不是说让我那个什么推荐歌单啥推荐不出来嘛，我说最近有在听马思唯，马师的歌我基本上是最近这个他的新专我基本上是每首都要听一遍的，嗯，跟大家我们多聊会儿呗，我们再聊十分钟吧好吗，我们凑个整一个半小时。国内的音乐人，哎，我听歌听的真的不是很多，我挺变态的，我就听那个什么的，我就喜欢听一些好的伴奏，然后歌也听。K-pop 不听，我听的 K-pop 基本上都是，就是我在客厅里面坐着，然后楼下跑步机就会发出 K-pop 的声音。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会。主播说好自习呢，哎呀，这不是难得跟大家就一起聊会天，回去再自习。我学校什么时候毕业？我还差一年半吧。比个心吧，可以吧？不比了。咖喱的听了，咖喱挺帅的。艾热可以，艾热和王以太都很厉害，特别喜欢他们两个。哎，都把我自己的歌做起来吧。野心还是蛮大的，一想到自己的野心，有时候也会有点无力感。要留下点什么？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不希望大家给我，我说不需要大家为我做什么，为我花钱也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走上这条路。然后得到一些流量以后，我会反思说自己掉到底是什么。今天是生日嘛，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23岁，年纪也不小了。那要看每个人想要什么。就是现在
就是所谓的音乐的数据，听的人多，听的人少。如果你们是想要为我做数据，那没必要，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那首歌，但你只是为了要去做数据去听那首歌，一遍一遍听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听的是人不是歌嘛，我觉得有点累啊。咱们就是如果你就是喜欢我的话，我希望你在我收获是纯粹的快乐，你就不需要你给我去做数据。因为其实到最后你无论是谁获得什么多么夸张数据，什么专辑的销量，那些东西它都是作为一个艺人，好像说啊你好火，然后粉丝觉得自己背有面儿，这个是火粉上一个顶流了。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并不能够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评价一个音乐人的实力了，它评价就是一个这个艺人他本人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能力嘛。就是他吸引粉丝的能力，比如说他的性格，然后他演戏演的特别好，然后就是比如说他的各方面的那个能量，就是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艺人，然后很多粉丝很爱他，这个评价是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想要的是什么呢？我想要的可能是跟时间赛跑。那在创造经典这一条赛道上面，它其实是孤独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数据能帮到你。其实到最后就是做真的就是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个赛道上跑，因为你要跟时间赛跑，就是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歌做到就是10年后还有人听，这个事情很难很难。但要往这个方向做，那就必须是一个不追潮流的人做的歌。要是为了那个迎合现在市场口味去做歌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嘛。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目标非常非常难达到，可能一个时代只有一个人吧。而且那天我那个不是看到一个姐姐嘛，她看起来也挺年轻的，可能就26、27岁的样子。哎呀，就他就要那个在那个餐馆里面给别人唱歌，然后赚一点点钱，就是给我们唱歌，拿一个很小很小麦克风弹着吉他在这唱，赚一点点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太不容易了，就是有音乐梦的人太多了，好不容易才有这么点，然后音乐人还是要稍微有点点，还是要稍微有点点责任心吧，就是你至少对待那个音乐这个态度还是得好。今天好不容易收入就行了。我写书你看看，我写不了书。写书和写歌词是不同的事情。你要优秀的人你肯定都能做好。我自己的词写的就那样。你们说词写得好，其实还差远。国内词写得好的人太多了，好吧，其实也不能说太多了，也没有说几个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就是五体投地的佩服的，写词写得好的。五体投地佩服，至今为止就是我觉得五体投地佩服，就是真的很喜欢的，我觉得还是Johnny J。你自己留后路，没关系了，恨我人够多了，恨我人够多了。而且我评价音乐嘛，人是人，歌是歌，我从来不对别人就是做那个音乐上的评价的时候，还有就是看这个人品怎么样，我不会这样算。就是你在评价的时候，这个是分开来的嘛。包括我跟我朋友，就是他把那个歌发给我说，基本上说的话还是比较直的，当然是够熟的情况。我想说很直很直，这歌是歌人是吗？有的人我都不喜欢他的歌，但我跟他还是能成为朋友。
狂的要死，但是其实自己还蛮难，还没有拿出什么作品，所以这是我最惆怅的地方。音乐人都这样，我告诉你，那些有音乐梦的小孩，一个我跟你说，就是私下里，就是越是对音乐认真的人越狂，就是都谁都看不起，就是他，你甭管一个那个一个人他平时是多么谦虚的人，你只要给他灌点酒，然后你们聊音乐聊嗨了，只要他是一个有特别有激情人，特别爱音乐的人，都骂，他就会说谁的音乐他看不起，谁的音乐他特喜欢，就是喜欢就吹上天，不喜欢就踩，就是我觉得就是真正就是对音乐有热爱的人，他心里都是这样子的，但没办法，就是不是说客观不客观吧，就是你说话言辞就是会激烈一点，尽管你自己可能做的东西也不好。因为我骂我可能对别人评价很严，但是我骂自己骂也是不会，我不会就是收手的，我骂自己骂也很凶，就是我评价就是现阶段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跟目标比的话还是一坨屎状态，还是一坨屎的状态，就是这差太远了，这一点一点往上蹭，一点一点往上爬，我觉得还缺太多了，我觉得就是我要是走就是内容这条路的话还是很难的，我才23岁，我还没有足够的阅历，从小就是从小成长路线还是太顺了，然后可能21岁这几年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不太风平浪静，给了我一些不错的灵感，但是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就是以后还是去读读书，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吧。嗯，慢慢来吧，慢慢来，该有的会有，保持谦虚。会学编曲吗？会学一点点，但是不会走太远，在编曲这条路上。有人认为就是编曲，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战士和一个刀匠的一个关系，就是你一个战士没有必要自己打刀。读研可能不读了，读研这个节奏又拖太长了。中文说唱两个经典，关于小熊经典，然后那个 Life Struggle 经典， Life Struggle 绝对是经典，以父之名是经典，不用去猜绝对是经典，十年后也会有人听的，不用去猜绝对是经典。经典好，中文说唱的经典，就是注定十年后，穷孩子吧。但穷孩子他是 hip hop， 他就是他整一首歌他就是 hip hop， 他是 hip hop 意义上的经典。玩家也不错，但是他不是我心中的，就是可以跨越十年。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不用去猜是 Johnny J 那一个人生阶段中，他所现实中就是他就是短时间内悟出来的，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哲理，然后搭配上他当时那个唱那首歌那个时间也特别适合。喜新厌旧可以，哎，喜新厌旧，我觉得还差一点点。我觉得比那个不用去猜，就是对我来说，我更喜欢不用去猜。但是这是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
你别问我，别再问我别人具体的名字了，就是我没，我这里没提到的，不说明我觉得他们不够好，只是说明我现在此时此刻想到，一下子没想到，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毕业后想干什么？搞音乐啊。那别再问我跟谁有没有合作了，就看缘分。因为我真觉得做音乐就是很难，一加一大于二，就是两个人要合作起来，就是我至今听过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歌都没几首，就是我听过的所有的说唱合作曲里面，除非是 Hair Brothers 那种，他们就是一个团队的，除此之外一加一大于二的我也没听过太多首。就我感觉就是他们闪火艾热不算，他们两个是那个，他们是搭档，他们不是那种合作，他们是经常合作，然后且住在一起创作的那种，他们那种是绝对的一加一大于二，但是他们两个本人也非常非常优秀，他们俩太厉害了。我再努努力吧，我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慢慢来。我说完这些，其实也让自己挺好受的，就是让自己也会沉静下来吧。等明天考试考完了，我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创作了。我不太想每首歌都是那种很内容的，因为没有人想总听一个人讲大道理。就是我觉得讲大道理的歌，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几首就差不多了。主要的东西就是音乐还是需要一点功能性，你需要让别人放松，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听，对 ，chill 那样 ，chill 一点点的歌。我不需要每首歌都很炸，也不需要每首歌都很就是给别人很多内容填满。OK， 差不多到时间了。我要去回去休息了，休息好考试才能考好。希望大家就是考试顺利啊，希望大家也是考试顺利，然后 everything 都是 OK 好吗？我们走了，拜拜。